很喜欢看偶像剧，是不是？对啊。那你这个年代的偶像剧男神是谁呢？每一部戏的那个都很经典，所以我不会有一个特别喜欢的。那女神有吗？杨丞琳。杨丞琳。记忆里最深的偶像剧除了《海派甜心》，还有哪一部？还有很多啊，《不良校花》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《犀利人妻》《无敌三宝妹》，对不对？都是有回忆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《公主小妹》。